反正我们都跟市委市政府那边汇报过，这都是在等那个相那个相关部门、上级部门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协商嘛。他现在就是说这个，反正家属这边情况都还好，反正有好几个部门在协调沟通这个处理这个事情嘛。反正这个事情是我们书记主任他们亲自在处理。这个工作人员回应说，家属都还好，也就是说领导们你们放心，不会引发社会事件，不会引发群体事件。你看人家想的事儿啊，事发是湖南衡阳地区。那批评呢，说大家一有个小病小灾都要跑到三甲医院，跑到大医院去看病啊，说你社区这里都没人去啊，那怎么去啊？到那里一治，把人都治死了，你们怎么管理的这个东西啊？是吧？你们只想着说家属情绪都稳定，你们只关心的这个。